No. Okay, 等一下我给你按stop。 不是，这是 lotus。 lotus， OK。 来，我们过来这里解释来。谁要解释这个第一个？哪一个？哎，这个 scene 看到吗？有两个人，他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 offering。嗯，maybe OK。而且你看它中间那个像不像香水？ 有点像 essence， 可能他在 offering 那个 essence to 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 It's possible, right? Okay, next one, Next one， 我们看到的这个女的，不是女的，这个是也是 Pharaoh， 也是有一些 offering。 他拿一些食物，给这个人，然后这个人在cover the food，然后那个妈妈说，我说你在哪里？到这个上面还有一只鸟，所以是那个 falcon。 然后他的卡布奇，他在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比他高，看到吗？他在跟他什么？他在跟他洗东西，对你讲的对，还是跟他，你知道？可能擦 essence， 还是洗东西？ 然后他送东西给他吃吗？这个应该是他的 servant 这样子。